之前我有说过，就是我有邀请嘉宾跟我一块儿合唱。拜拜。然后我的嘉宾呢，就是你们。这首歌呢，是我写给白昼们的一首歌，送给你们的一首歌，所以一直以来非常感谢你们陪伴我走到现在。然后，其实今天我的家人也来嘛，我的爸爸妈妈还有外婆也来了。我外婆第一次坐飞机，然后就为了来看我的这场演唱会，所以 OK 翻译เพลงต่อไปเป็นเพลงที่เขียนขึ้นมาเพื่อขอบคุณทุกคนที่ให้กำลังใจเขามาตลอดแล้ววันนี้ที่บ้านของเขาก็ได้มาดูแล้วก็มีคุณยายของเขาอยู่ที่นี่เพื่อมาดูเขา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นครับ所以我想说的是我真的是非常幸运ผมรู้สึกว่าผมโชคดีมาก有这么多人陪伴我，所以你们都是我生命中最最最重要的人。包括你们所有，那会唱的就跟我一块唱吧，我的嘉宾们。拿出来，我跟你们。猫 ，cat。Oh,
是你在身后给了我力量，给了我温暖，希望还有光芒。和声唱。